Hello，亲爱的天宇伙伴，欢迎您加入天宇国际。我们将辅导您快速启动您的事业。在这里，我们将引导您从网上申请加盟天宇事业，并设定您的个人网店，以及引导您由网上购买产品，并且设定每个月的自动订货。您可以由三个网站申请加盟天宇事业。进入网站后，只需要点选加入我们团队或者成为经销商，您将能够提出申请。第一，天宇网络办公室入口，您可以点选加入成为经销商，提出申请加盟。第二，您可以由天宇官方网站左上角的 Login 登录，它将会连接到天宇网络办公室，或者是右上角的立即购买的页面，点选加入我们团队来提出申请。第三，您也可以进入天宇个人网店右上角的购买页面，点选加入我们团队来申请加盟。提出申请后，首先请先选择您的国别，如果是中国地区持有中国身份证人士，请选择香港。接下来请选择您的语系，最后请输入上线的会员编号。输入后确认上线姓名无误，即可点选下一步。接下来请选择适合您的网店规模，您可以选择三个事业中心、一个事业中心以及试用中心。请选择是否继续购买产品。请选择是否加入每个月的自动订货。接下来请输入您的个人资料，输入您的姓名，选择您的出生年月日，输入身份证号码，您的电子邮件信箱，并且设定您的个人密码。最后，请输入收件人的资讯。输入完毕，请点选下一步。请确认您的资料以及收件人的资讯是否正确。请选择您的付款方式。请输入您的信用卡资料。成功申请加盟后，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来设定您的个人网店。首先，请先进入天宇网络办公室 myrentoffice.com， 并且登入您的个人账号以及密码。登入后，请点选我的账号。您可以由编辑您的个人资讯来注册您的个人网店。注册成功，您就可以立即的开启您的个人网店。在首页的正下方，您可以点选您想了解关于天宇的相关资讯，像是产品、
并且在网页的正下方有专属于您个人的体验分享栏位。要如何编辑您的个人体验谈呢？首先请先进入天宇网络办公室，点选我的账号之后，您可以在左方看到设定公版个人网站。进入后，在最下方 My Story 的地方，您可以编辑您的个人体验谈。您的朋友可以透过您的个人网店购买产品，并且加入成为我们的伙伴。在天宇，您的每一笔消费都将转换成投资。现在就让我们立即体验在网上订购产品的便利。点选订单，并且点选左方的下订单，选择您要订购的产品。确认您的收货人资讯是否正确，请确认收货人资讯以及订单是否正确，选择付款方式，输入您的信用卡资讯。